今天我们一起学习钢琴基础教程一里面的浏阳河。前面示范的时候我弹了一遍快的一遍慢的，那你觉得哪一遍会比较好听一点？你比较喜欢哪一遍呢？无论是快的还是慢的，我们都要先学会弹这个曲子。接下来我带大家一起研究一下它的调式调性，看看它该怎么弹。浏阳河我们把它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它的主旋律都在右手，那中间这部分它把主旋律从右手转到了左手，所以啊，我们把它分开来讲。首先我们要确定一下它的调式调性，我们看着它的调号，一个升记号，那大家可能认为它就是 G 大调或者是 E 小调，但是浏阳河它是用中国的民族调式来写成的，所以不能用西洋调式的大小调来定义它，要用宫商角徵羽来定义它。那我们先看到一个升记号，我们就知道这个 G 呢要唱哆来咪发嗦，对不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整个谱子的最后面结束的地方啊，就是在这个 D 啊，哪怕是最后这个和弦最上方的这个也是 D， 所以结束呢是在 D。那这个 D 对于这个 G 调来说，它是啊唱什么音呢？它是哆来咪发嗦啊，也就是嗦。那这个嗦呢，是代表着宫商角徵羽哪一个呢？其实宫商角徵羽啊，就是哆来咪嗦啦，所以这个嗦啊，也就是指。所以这个浏阳河呢，它是低指调式的。同时在旋律里面呢，大家可能仔细看的时候就会发现，它只有哆来咪嗦啦。注意，这个哆来咪嗦啦是在啊 G 调上面的，也就是首调里面的哆来咪嗦啦。所以这个浏阳河它是一个低指五声调式。那我们看到谱子呢，就会发现右手跟左手它们是两个独立的旋律，这种形式呢我们把它叫做复调。其实这种形式啊，在我们中国的民族音乐里面呢用的非常的多，建议大家啊左手右手分开练熟了以后再合在一起。好，我们看到右手主旋律，这个音呢非常的简单，节奏也非常的简单，但是有的同学可能对节奏呢不是那么清晰的话呢，就会在第一行的最后两个小节那个附点八分音符很容易搞乱，所以建议大家呢以十六分音符数一，当然它是四二拍，每个小节呢有两拍，那我们就把它分开来数，一二三四，第二拍一二三四啊，以第一第二个小节为例，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最后一个八分休止符，提手呼吸。那大家弹的时候呢，尽量按照这个谱子上面的指法来就行了。这里呢有一个一和四呢，这个四要收回来的，这个注意一下就行了。那这个旋律大家听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它有高有低啊，有快有慢，就是像河流一样啊，弯弯曲曲的。然后呢，河水的速度呢时快时慢。所以这个时候啊，就是在第一句里面它有高有低的时候，我们往高的时候呢就可以给它一个渐强，然后下来的时候渐弱啊，就在第一条连线最后面呢我们就把这个音量呢收回来，这样的时候呢就非常的好听了。那右手我们就定了，那我们看看左手。那左手呢，我们先听听看，因为这浏阳河它是五声调式，这个声音呢相对比较低，听起来呢就非常的稳重啊，同时呢也是非常的宁静啊，那给我的感觉呢就像用一个古琴，可能有的同学不知道什么是古琴啊，你就当成是古筝啊，非常有这个啊中国古代音乐的这种韵味在里面。那我们就可以当做是这个左手呢在弹着一个古琴，或者是弹着一个古筝，这个右手呢有一个人在唱啊，左手呢给这个右手伴奏啊。当然这个左手的声音呢要轻一点，除了中间那部分他当主旋律的时候呢才给他啊突出来。这里呢还需要注意一个事情啊，就是这个右手在第二个小节的时候已经抬手了，但是这个左手它连线的连到第三个小节，所以在这个曲子里面经常会出现啊，右手提手左手不提
啊，然后等右手在弹的时候左手提手，就轮流的提手呼吸，这个需要注意啊。我们就直接两个手开始，第一第二个小节，左手弹最后一个音的时候右手抬手啊，等这个右左手呢在弹的时候右手就下来找到，然后右手去换的时候呢左手就可以松手去下面这个 re 这里了。左手再抬一次啊，然后左手弹最后一个小节的时候右手再起来啊，因为这个前面四个小节的节奏啊还有音都比较简单，我就不详细讲了啊，我们直接讲到第一行最后这两个小节，用回刚刚的方法，一二三四，附点八分音符我们要数到三，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这个提手要下来，第二行的时候还是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这个左手呢，我们也看一下，从这个第四个小节后面这两个音符，非常有这个中国古典音乐的韵味在里面。好，我们两个手合在一起。这个左手呢连着右手呢就这样跨过来啊，这个右手弹最后一个音的时候到左手提手啊，然后就接上来这个小节呢，这个右手呢算是结束了，虽然弹是按住，但是到后面呢就没有其他的音了，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右手就会变得非常的空洞，那这个左手呢就准备上升变成主角了啊，让这个古琴或者这个古筝呢它要来一段简单的 solo 了，那这个时候呢在这个小节这里呢，这个左手的音量要慢慢的提升啊，不要一下子啊来到这里就啊，这个声音就太燥了，然后呢开始给个渐强，哎，这样再慢慢的上升变成主角，这样就好了。那这里要注意啊，这个左手呢，在第二行的第三个小节有这个，一定要把中间的这个四分音符就换了个四，这个声音呢给突出来。那包括下面一个小节这个，因为它这两个小节它都属于一个切分啊，我们要把中间的这个音呢给突出来啊，把两边的半拍呢给削弱一点点。好，那这个时候呢右手呢就变成了一个半跳音，那这个半跳音呢，哎，其实呢也就是提醒你这个右手啊它这回呢要变成了配角，所以呢不要跳得这么利落，不要跳得这么重，要轻轻的，然后面记得要升啊，这个要升啊，然后再下来啊，然后在第二行最后一个小节呢，这个时候呢又从这个左手的主旋律呢转移到右手去了，所以这个右手最后这个啊有两个声部，这个咪啊也就是这个一啊，这个大拇哥的这个音呢要保留，然后呢它要渐强，因为呢这个右手呢从配角呢也慢慢的变回主角了，啊然后就接到后面去了。好，那左手呢我们也听听看这个主旋律，收回来啊，给右手去发挥了。好，我们两个手一起来，然后就上升到主角。那我们接下来看最后一行啊，最后一行呢这里有两个跳音，这两个不是半跳音啊，我们把它跳出来，然后呢同音换指，这个时候的手就不要抬起来，直接收过来，
这里有个十六分休止符，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手轻轻的松开，然后就过来就好了。这里呢我要提一下，我前面示范的时候我是弹了一遍慢的，有一遍快的，一遍呢是临近一点的，那临近点的那一遍呢我就会把后面呢就慢慢慢慢就开始收弱了。那有一遍就弹的比较活跃一点，速度呢弹的比较快一点的，那最后面呢我就没有收弱的意思啊，直接就啊就用一个相对比较强的声音的结束。那这个呢要看大家觉得哪个比较好听啊，当然要结合整体弹出来的感觉去决定啊，不能说啊前面很宁静，最后一个突然变强，这样是不行的啊。那后面呢可能弹的比较快，比较活跃一点的。就好像最后呢就好像呢敲了一下钟一样的这种感觉啊，看你自己喜欢哪一个。那左手呢变得非常简单的，都是四分音符，那这里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倒数第二个小节啊，这里一定要拍子一定要够，很多同学呢就把它减少了一半，因为受到前面的十六分音符还有八分音符的影响啊，就以为八分音符就是一拍了。那如果用回我们十六分音符数一的话呢，这个D这里我们就要数两次，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然后再来啊，因为呢前面是快的，然后你就以为停了一拍，你就以为自己停了两拍啊，这里需要注意。那最后呢，我两个手一起啊弹最后一行，那我就用十六分音符数一给大家呢数一数拍。一二三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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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四。就学完了。其实前面示范了两遍，主要是让大家明白，就算是同一个曲子都有不同的表现方式。我最希望的是大家通过练习把自己喜欢的曲子用自己的方式表现出来，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练习。所以今天就到这里了，赶紧去练习吧，拜拜。